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暴力对决。关大荒这边是一个双龙宫女儿武装双龙宫的一个组合，开了一把龙阵。那对战方选择上的是一个三公队啊，凌波狮驼神木林化身加地府的一个组合，虎阵也是小克关大荒龙阵 5%。那咱们看一下这两个双龙宫能打出一个怎样的数据啊？对面狮驼灵起飞数据还不错，4000-2900，惊涛怒，没有直接大秒，选择了惊涛怒这种比较持久的一种玩法吧。你直接翻江搅海，这战役都没了。嗯，但翻江搅海打的个数多啊，秦三杰对面开场第一回合选择的一个点杀，神龙摆尾，抵挡物理伤害的。一般没人会点用这个技能啊，一般他们都点那个被动的经脉。我一口，卡大金。龙卷雨击，哎呦，2800-2900，好像数据还不错的。这个更厉害，龙三位暴击3000多，没启龙战雨也啊，这数据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当然，对战方还应该发挥出地府的一个作用，小爽该点就得点，点到关战方一个龙宫，对面瞬间就没有压力了。你一个龙宫伤害再高，能高到哪里去？还得是地府女儿偷酒，先来一把金青小死亡来了，就这个放下屠刀无所谓，以对面的伤害点杀关照方龙宫，四个字啊，易如反掌啊，易如反掌。破血，还有一个神木林群秒的163了，宝宝飞一个，4000-3000，这受不了了。关长方有一速，对面下个回合还没法补刀。这易如反掌好像不太易如反掌啊，这163扛下来了。武装罐补个灯吧给队友，继续给效力。小怂回头再点关张皇女儿村没挂中，对面思路没问题啊，就地府我就是来挂小怂，这思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再来一把金青，但话说回来，还是回头点龙宫吧。石破林倒地，踩塔，哎，
观战方血量又恢复过来，两个风系对于对面的一个骚扰也确实比较严重。真君显灵了，打一波突破，这就看两个风系的发挥了。龙战鱼也立起来，输出进一步提升。龙三位没有起啊，龙三位是直接秒了。那这一下就又不太一样了，龙战月给你立起来，对面是真君显灵了，怎么保出手这也是个问题。笑里藏刀先给化身四，小死亡挂中提火保一下，日月乾坤进去了，要对面化身四速度快没办法，而且观亮方也是料定了对面可能会提火或者是水晶，观亮方是提前给了一把笑里藏刀的，无奈啊，人家化身四愤怒多呀啊，笑完了还是可以提出来。那这样第一次真君显灵并没能出手，3400，哎呦这太疼了。灯走起，450的灯，解开凌波城，这波可以顺利的出手了。观战皇也没去扔个无魂翻文侠之类的啊，4600，女儿倒地，爹，宝宝在飞，好像这真君显灵也就那样吧。双神佑，哎呦，就这样，神佑俩还飞俩，那要不然那俩宝宝不神佑，直接对面就剩下一个宝宝了。这别的不多说啊，这龙宫他守城。他对于宝宝的一个威胁太大了，小死亡回头再点龙宫，感觉对战方压过来，观战方也不好受。你看观战方的血量也不比对面好受多少。化身四赶紧灵元推一下，毕竟观战方他是没有地府的，对面三公队比较擅长的就是去打一个试战啊，我只要不中小死亡，我拉起来就是跟你干。趁这个机会，对面掉头把观战方这边的龙五位龙宫给弄死了，就剩下一个龙宫，对面不管是宝宝还是人物血量压力都没那么大了。这就是地府的厉害之处啊，要不说现在国标它厉害啊，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，这地府嘛，搞得你一个人长时间站不起来，你本来有优势你也没优势。回口女儿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除非对面上什么连环呀，对吧，端月式了强行针对啊，或者神木林你给个单抽也行。6600，你想点杀你给个单抽比较实在啊，就单抽去，哎，过分了吧。你要知道观战皇女儿村他是没罗汉的，其他人有啊，女儿村没有享受到这把罗汉，一把单抽差不多。手抓拆丢丢，再换隐身宠，还以为换了个须弥呢。一般蛇都是高速啊，八蛇很难说把速度那个资质啊洗得特别低，他这个宝宝天生速度姿势高，合出来也高啊，就很难有低的，所以八蛇一出来基本就确定是一个高速宠。龙宫站起来了，切个纸儿，对面
又盖了罗汉，不容易啊。队长帮他还得点，可以目标转向观战黄斗龙三位，就优先点龙宫，优先点龙宫，你先让自己扛住了，你再想办法点观战黄什么武装呀、女儿村之类的。你扛都扛不住，你点风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。再加上他龙宫毕竟好点嘛，对吧？他龙宫抗性低呀、啊。哎呀，这顶着罗汉，这伤害也高的。找孩子，解开凌波，女儿村反控失陀。小索继续点龙宫，化身寺倒是可以活上一口血。套中个神木灵，俩物理系他不一定能点。活满了，因为俩物理系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打的一个面上。浪涌没威力，再爆石陀倒地，再上一板金青啊，这点不死掉。神灵被扣，下回合石陀灵还休息，所以说这石陀灵不动，他更点不死。要不还那句话，就你想点啥上段月石。没套中，再活一口。观战皇这么一个单化生死，这个恢复的节奏是真舒服呀。主要对面他没封信嘛，你没封信也管不了观战皇的一个操作啊，想怎么干怎么干。点人呢又点不死，让两个风系骚扰的太严重了。风卷残云大秒，哎，把观战皇武装冠给废了，化身寺血量也不好受，所以这比赛谁赢谁输你别说还真不一定。对面打的憋屈，观战皇也委屈了。石头又进去，无间地狱开起来，但石头这会哎，鹈鹕保了一下啊，你有你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对策啊，一把鹈鹕魔镜没加上，孩子跑了，舍身再给自己，这波输出高，有无间地狱的同样的观战皇俩龙宫输出也高，这无间地狱是对双方都起效果的嘛。宝宝神药贴，龙宫一卷，宝宝，哎呦，这宝宝站不住呀！你别把一把无间地狱把自己给送走啊，又成咱们的经典节目了。砸钱再砸掉凌波，哎，这把无间让对面感觉更难受啊！观战皇倒还好，对面是真难受。两条大龙不跟你嘻嘻哈哈的，被虚弥，虚弥就一下一个，现在又秒了一个三千多，一号位啊，快扛不住了，对面赶紧补宝宝，又是一把虚弥，队长方现在就跟观战皇拼命，拿虚弥过来拼命，死好了，但女儿村又没了呀，你相当于是一换一了。
用你儿孙的命换了武装官的命，亏不亏的自己看吧啊，反正感觉也不咋赚吧。宝宝再飞对面，宝宝又得飞三个了吧？这差一丝血，差点飞了三个。这比赛打的拳拳到肉啊，这个有意思。鸟儿车拉起来还能再偷个酒，罗汉还是金青自己决定，感觉罗汉不错。对面他毕竟现在一直在换虚名嘛，上个罗汉挡一挡神木林，挡一挡虚迷也是可以的。哎，这边有罗汉，那女儿拉起来就可以金青了。铁铁保护没问题，站得住。哎，算了，出个归宿吧，要不然凌波倒地。就喜欢看龙哥的比赛啊，他确实有意思，尤其他们这种没法防的啊，打出来效果的确实不一样啊。对面也是一把四号观战和女儿村倒地，对面地府随便放四号。现在肯定还是观战方有优势，对面主要小爽点不死人，这个就很伤。还那句话，如果能点死一个龙宫在打面上的，肯定效果会更好嘛。前面太尝试的点了一下啊，就点死一次，后边就点不死了啊。还是说他就太贪了嘛，又想打面上又想打点杀嘛，点杀也没用，点杀的技能一直都是阴击啊，惊涛怒，你这么去点那肯定不好点，你要不然上个断月式，基本的断月式都不给一个，那你点不死。又换虚迷，又罗汉秒不动，对面把宝宝补齐了。小死亡，哎，还得是这个，那你就别用浪涌，给个猎食也行。哎，但师傅又被套，神灵单抽，你点杀就好好点。浪涌，你看又浪涌，浪涌它降伤害，猎食不降伤害，轻音三叠也行啊。神灵是跟的不错的。就师徒这回被控了，观战方直接抗龙归海，要杀化人四。哎，这个有点太突然了。哎，我看一下这化神四啊，化神四身上十一回合的一个大锁，我、哦、这一下有点太突然了吧？你怎么玩着玩着给掀桌子呀？大家打得好好的，你突然就给掀桌子。这没化身四，地府那边也好杀的呀。观战方后续只要防好对面的慈航就行。风卷残云，宝宝在飞，还
还有机会。哎，但对面防不住关亮芳的慈航呀，这也是个事儿啊。突然想起这么个问题，就关亮芳慈航的时候对面也没招啊，你除非一人一个小锁，但这个东西不现实啊。就关亮芳打的肯定会比对面更从容啊，就这把女儿一速，对面换完须弥了，关亮芳这边也换一换。鬼眼再倒地，拿起地斧，控地斧，策行你没效力吗？有呀，你这不挨了不少打吗？对，刚才放过金青了啊，对，他刚才放过金青了，他手里愤怒也许不够效力了。那应该封个特技啊，但还要封特技吗？啊，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一把慈航只能救起一个林波辰，倒是也行吧。救的不多啊，宝宝再飞俩，又开始了。这些隐身宝宝一旦出来，他宝宝就站不住，宝宝站不住的人他就不好操作，施展你就不好打。终究两个龙宫对于宝宝的威胁才是最大的。守城，关亮芳点的是秒十的经脉，偶尔再给你秒一秒十。林元再推，宝宝又得飞俩吧。一个没飞都残了，刚出的孩子也被打残，下个回合估计要走远的。四个尸体单位，再控神木林，真阳令旗，两个龙宫都享受到了。这一秒过去，这四个宝宝都得飞啊。感觉差不多啊，这四个宝宝估计都得飞。他神了两个，他神了两个。好吧，啊，因为你不神那两个的话，他就没有这么分离嘛。他这两个如果飞了，他就。不怎么分离了，那这个其实差这点血基本也能秒死。连锁反应，对面回头一把飞，还得是狮驼伤害高啊。对面凌波好像伤害差点意思啊，这狮驼跟神木林都挺凶的。又是一把慈航，也只能救起一个凌波尘。好，神木，换什么？还是须弥混沌兽，神用。这回是剩下最后一个宝宝了，女儿村。哎，你换须弥，再招，瞬击一个。这回比赛结束，哎，龙宫没秒，
秒完了结束。那个须弥，你别看血多啊，他没多少血，须弥嘛。啊，对面其实一直也把关张方的压的比较死啊，但总觉得差那么一丢丢，就差那么一丢丢伤害啊，就这一丢丢伤害，他就出不来。这就得得益于关张方两个封血了啊，他总能封着你那么一个两个的啊，你就差这点伤害，你就打不出来。